来玩这款游戏，我才能概念的啊。11月23号10点正式开测。这个开测是指怎样？会三档吗？好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选角部分，黑色的哦。这个火箭比较像一位好妹子，是一位好女人呢。法师好了，好不好？你看这样子挺可爱的啊。右上方这边有在下载耶。哇，这个估计要下载很久。好了，我们弄可爱一点，看能不能吸引妹子进来玩。这个是肤色，就不要动它了。吃瓜的温妮，好名字。醒一醒，进来喽。你怎么在这里睡觉？那边有几只野猪，看起来有点像 MMORPG 耶。哦，右下方有闪避键。今天的野猪升级成功，特别狂暴。这里都要开始了。大祭司好凶啊，怕怕的。哦，感觉前面有随便乱做哦，语音、音效那些打击感都是有的。麻烦你们了。采集南瓜。南瓜怎么都有被咬过的痕迹。那手厨会送什么？这个送泳装应该没看头吧？哼！一个可爱的小家伙来了。出现了，好大的抱抱菇啊！我有第二招了啊！解决，总算解决了。哎呀呀，还好你们及时赶到。哎，我又换了新的服装了。不知道是因为元素失衡，我可以拉近吗？好像不行了。好吧，视角是不是不能改变了？好，连了三点而已啊。枪里有个圣魂，你拿去镶嵌在圣魂盘上。圣魂开启啦！圣魂点击镶嵌，感受完圣魂的魅力。镶嵌了以后会怎样？它会出来吗？好像不会出现呢。这个应该没有翅膀吧？不要吓我呢。8等的时候开启坐骑。哇，好大的一个树人啊！好凶哦，巨大的树人。哎，那个羊好胖。好像地下有红圈就可以闪了，按闪避键就好了，你不用操作不用操作方向键了。它闪好像是往前跳，啊，好厉害的小女孩，啊，跳过了。树人是不拿掉人吗？快帮我救救奥拉虎吧！叫奥拉虎。手机会稍稍在慢慢在发热当中了。好啦，我有狗狗了。阿莱虎，我们要小心点。这是一只大猫吗？应该不算狗狗。到处气声。
智能旋转，什么意思？他会自己帮我旋转的。你怎么在这里哭？我到车啦！哇，凡人竟能找出凡人。卡鲁猪，他叫做什么名字？小普普，学了一个好名字啊！我按闪避键，他不会闪啊！奇怪，他这个地方教学有点问题。来，年轻人，过来一下，我是居住在此地的精灵。这是第三招，激光哎！有了有了，最近神木枯萎，现在你可以召魂可以升级啦！召魂可以升级了。点击球，快来上！应该是叠战力的地方而已吧。哇哦，凡人，你果然找到复活神木的方。我叫微微，请你帮我复活神木。你把甘泉这些机会，释放它的力量。不过画面还算是，界面还算是很清新的，没有那种脸洗很多个红点点了，还可以啦。我这游戏好像没什么在打广告。这瞬移啊也不是很好用，不知道是不是我在下载的关系啊，怎么感觉卡卡的。哎，小姑娘，伙伴开启喽！伙伴系统进行队列，可以上阵三位哦，好像很需要的样子哦。来了，我多了一个伙伴呢。那个伙伴。不知道丢什么东西啊，好像毫无输出的样子。我们继续走吧。整体还算是不差的啊、哦。为什么提前开始距离？不过这是要一个好时间啊，就是没有什么游戏玩的时候就很适合推出啊。如果像现在11、12月这种大作汇集的时候，他这个开车还是当做风车好了。正式推出的话，我是觉得有点不太适合啦。啊，不然整体游戏性还算是可以的。不过它这个下载怎么到现在还没在下？我们要阻止它。我还没按吗？哦，我四招都有了啊。再配。完全是范围技能，哦，这个跪拜气功我很喜欢，好硬哦。他如果要做这种啊，这个诟病就是你要做成直向的不行了、啊，你又要人家闪招，你那个闪避键又那么难用，那你如果是要这样子做，你应该做成横向，不应该做成直向，是不是？做成直向反而是一个败笔。手机又发烫，好，找到缺点了。游玩体验嘛，大概70分吧。啊，这个还是需要再改善一下。这个地方是哪里？副本了、啊。你看，又要避开。发现会做想要做实像游戏的人呢、啊，通常那些都是号称很喜欢玩游戏的。什么工程师啊，设计者，号称啊，就是号称他们很喜欢玩游戏的一票人所打造的游戏，所以就做成直向的。这些人游戏资历一定都不高，才会傻傻做直向。这实向的、还是很难操作的、啊。本次影片我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